天呢，我们爬到天鹤边的这里的一座山，本来是要来看绿豆的，结果很意外的发现了这里有一块非常奇特的石头，上面就像那人的一个头冠一样的，底下那个脖子又特别的长。这个石头呢，当地叫它石宝爷。为什么叫它石宝爷呢？个人认为啊，他可能就是把它当成一种财神嘛，就是这块石头就是他们的财神，所以啊，传统的节假日啊，他们就会带着水果啊，还有鞭炮啊，来这边拜这块石头，希望能带来财运好运。等一下我也拜一下吧，说不定也能给我带来好运财运。